小璐就是从小被你宠坏的，你怎么那么轻易就答应他了？那个田飞，一脸的滑头相，我根本不喜欢。哎，我不是也希望我们小璐能嫁一个条件相当的人家吗？啊，可现在小璐是一门心思、认准了田飞，还怀了人家孩子，说我能不答应吗？哼，就是那姓田的没安好心。 故意让生米煮成熟饭的，这种事情呢，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，啊，怨就怨咱们小璐啊太痴情，哎，好在京都花园的房子已经交付了，都是精装修的，买些家具电器啊就可以搬进去住了。我已经答应小璐结婚的时候给她买辆车，啊，过两天抽空带她去车市看看。哎，你说我们这是嫁女儿呢，还是娶女婿呢？ 啊！我们京都花园那套房子起码有200多万，按规矩，要么男方买房，女方装修；要么男方买房装修，女方买车。我们可倒好，又买房又赔车，这装修还是现成的，就让那个臭小子买点家具和电器，顶多7-8万就搞定了。 真是便宜他了！我看这田家呀，7-8万都出不起。出不起，那还娶什么老婆？算了算了。哎，人家现在可占了主动了呀！啊，咱小璐怀的是田家的孩子，人家还不把你不嫁呢。我明天就让小璐把孩子打掉去，跟这样的人结婚，就是生了孩子也不会有出息的，还不如不生。 儿子，这么晚了打电话，什么事儿啊？小璐，她怀孕了。啊，好事儿啊！哎呀，那就赶紧把婚事定下来，咱家要添孙子了。哎呦，妈妈要准备好多东西，你看，小衣服呀，小被子呀，小褥子呀，奶瓶啊，尿布呀。 准备的东西太多了啊！妈，关键问题是我还没准备好。我哎呀，儿子，你可别傻了，这有什么想不通的呀？我知道你还惦着兰小姨，对吧？哎呀，你们俩都已经过去，这有什么可想的呀？啊，人要往前看呢，小璐对你那么好，家庭条件也好，你要是能遇上这么好的姑娘，是你的福气。 你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！抓住，对，啊对了，儿子，那小璐的爸妈妈肯定要同意你们的婚事吧？同意倒是同意了啊。小璐爸爸还说，什么时候想和您见一面，商量商量婚事呢？应该的，妈妈都退休了，保证随叫随到啊！啊不，这样吧，妈妈明天早晨到，好吧？好嘞，明天见。那。
到天孙子了。哎呀，快点，准备衣服，准备被子。哎呀。你怎么就这么不小心啊？这种事情，快乐是两个人的，痛苦可是你一个人的。说来说去，女人就是倒霉，什么怀孕、例假，现在你看好吗？打胎，你不知道疼不疼吗？蓝小一，医生，我怀孕了。这个小孩你要不要？不要。那以前有没有流产过？第一胎啊。那这样，你先去做个检查，如果检查没有问题的话，明天就可以做手术。医生，疼不疼？麻醉后是不会痛的。喂，小李，我去医院检查了，医生说我是慢性阑尾炎，需要打点滴消炎。你能不能帮我向马先生请3天的假？谢谢啊，再见。马先生，蓝小艺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他得了慢性阑尾炎，需要请假3天。好，知道了。那我出去了。香菇青菜，土豆鸡块，清蒸鱼，加了一碗面。小姐，你点那么多，一个人吃得完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人吃？
你先坐上去，放轻松。你等什么？我有点冷。冷？那是你太紧张了。忍耐一下就好啊，等一下给你打麻药。我有点冷。说话，你别吓我。手术我不做了，我要把这孩子生下来。你疯了？你想做单亲妈妈呀你？不是，田飞会回来的。蓝小艺，你别再走火入魔了好不好？我跟我找田飞去。你跟我找田飞去。你跟他说你怀了他的孩子，如果他愿意回头的话，你们就结婚把孩子生下来；如果不愿意的话，这孩子他要不得。蓝小姨，我这是为你好啊，小姨。阿文，劝我的话一句都不要再说了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无论田飞回不回来，我都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我是他的妈妈。他已经在我的身体里生根发芽了，手术前我已经听到他的心跳了，我舍不得，我不能因为田飞的不负责任就扼杀一个无辜的生命。小姨，你气死我了你！爱着他，还是爱着他，安慰的喧哗跟着沙哑，像个傻瓜。祝福他，成全他，潇洒却看来勉强。爱着他，到底爱着他，找不到答案的荒凉。生，我们把孩子生下来，然后一起养。不怕，没事的，有我在。啊，来啦！来来来，快进来，叔叔好。哎，哎呀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你看我要来吧，真的不知道带点什么礼物好，就看亲戚家抓了两个老母鸡，哎，还活着呢，就这个鸡蛋。就这个老母鸡下的，新鲜的。你也太客气了。你也太客气了。哎呀，这么大老远的背过来，哎呀，其实菜市场里都有的卖的。哎呀，你看你这说的就不对了，我这绝对是纯天然的，菜场卖的妹子啊。说是草鸡，那是养鸡场喂饲料的，你不知道啊？哎，好了，这个鸡的问题就不讨论了。
我们还是啊商量一下田飞和小鹿的婚事吧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你们尽管说，我们洗耳恭听。我们能有什么意见呢？你们田飞已经把生米煮成熟饭了，我们也就是一些意见啊，大家探讨一下。嗯，对，您说，您说。房子呢，我们有两套。两套？对。我们准备把新的一套给小两口住。好啊，不大，100平米，小三房。今后有了孩子也够住了。啊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这结婚啊，房子是大问题。上海的房价你是晓得的啊，很多外地来打工的人一辈子都买不起一套房的。那是是。哎呀，我们家田飞好福气呀！你说遇到了慷慨大方又通情达理的老丈人了，老丈母娘。田飞呀，你得以后好好的孝顺他们啊！哎，哼，我们就不指望他孝顺了，只要对我们小鹿好就行了。哼，我和小鹿爸爸想得开得很，等老了，我们把房子卖了，去敬老院，我们不会麻烦小孩子的。哎呀，你看你又扯远了吧？田飞妈妈，哎，今天把你请来呢，一呢，哎，认个门儿。我们认识一下。二呢，这个结婚毕竟不是小事情吧？是。我们女方啊，除了房子，还打算给他们买辆汽车，啊，另外呢，再拿出10万来做陪嫁。就不知道你们男方有什么打算啊？是不是可以给他们小两口啊买点那个家具啊、家电什么的？这个房子是空的，啊，空的，这啊，我们知道田飞爸爸去世的早，你们条件不是太好，所以呢没有提出更高的要求了啊，只是希望啊作为婆家呢啊能够重视这门亲事，好让我们小鹿呢风风光光的嫁过去。对对对对，哎呀，我得感谢亲家这么体谅我们，我们家庭条件呢，跟您比起来，真是相差的太远太远了。当然，我这个心意一定要表达的，对吧？我们家呢，就这个存款呢，我全部取出来了，25000。来，老丈人收着，别嫌少。你就放那儿。丈母娘接。哎，多了。谢谢阿姨啊。哇，这个红包好大呀！我长那么大都没见过那么重的红包。见过世面了，要你插什么嘴啊？哎呀，小鹿是个好姑娘啊，以后呢我们会好好的待她的，绝对不会让她一丝一毫的受委屈。这点你放心好了，对吧，儿子？来，田飞，表个态。哦，我表个态。嗯。叔叔阿姨，女儿嫁给我，请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一心一意的照顾好小鹿的。对，好好照顾。哎呀，前两天我还跟小鹿爸爸说，我们这是嫁女儿啊，还是娶女婿啊？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现在再说这些话真是没有意思，我们还是说点实际的吧。嗯，婚礼定在下个月8号。办30桌，你们看够不够？30桌，这么多太多了吧？不多不多，就是时间紧了点。你知道吗？现在上海的酒店呢，婚宴呢，预定都排到春节了。这次也是费了好大劲，托了人才给订着的，只能摆30桌。天飞妈妈，这事儿还得跟您商量一下。我们在上海几十年了。哎呀，方方面面的朋友不少。那是。哎呀，那个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不好怠慢的。所以呢，这是酒席呢，以我们女方为主，给你们留4桌行吗？四桌，叔叔，4桌有点太少了吧？我们老家亲戚也挺多的，4桌怎么够呢？哎呀，够了够了够了，老家好多亲戚都不走动了，他们也不来。我们是小地方来的，这是大上海的很多规矩我们也不懂，这个婚礼的筹备呀、准备，一切都是你们来决定，啊，全你们说了算，好吗？啊，
好吧，就这么定了。哎呀，你们这房子还行，不太大啊。哇，好多喜糖！哇，这个好可爱，兔子喜糖。这喜糖吃完了，盒子还能留着用，还可以装首饰呢。哇，那么多，这个也很可爱，像不像我们？真不结婚不知道，喜糖还有那么多花样的。哎，你觉得哪个好看？你挑一个。这个好不好？不是一切你们都说了算吧？听你们的。好啦，别生气了，我妈就那样，该出的力也出了，该花的钱也花了，只不过就是嘴上不饶人嘛。可是你爸妈真的不喜欢我，而且根本看不起我，同意你嫁给我，纯属无奈。哎，不许有这样的想法啊！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公司发展壮大，到时候看我妈还有什么话说，对吧？啊，对了。我爸已经把嫁妆的钱都给我了，这两天呢，我们就去家具市场把那些电器、家具什么的都买了，完了之后剩下的钱，我就都投资，给你创业，怎么样？加油哦，我看好你哦。哇，好多喜糖，这也好看。我就说你是潜力股吧，现在就要变成绩优股了。田老师，不要让我失望啊。那必须给你有信心。想什么呢？跟你说话呢。没什么了，老大人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没什么，老婆大人。你叫我老婆大人？今天几号？把日子记下来，以后每年今天都是我们纪念日，听见没有？记下来。24号。记住了，每年今天啊。再叫一遍。是老婆大人，真乖。再叫一遍，老婆大人，走。哇，快看，这是我们的新家，不错吧？很大，好敞亮啊！这儿可以放个沙发，然后可以有个贵妃长出来在那儿，那儿可以放个电视机。哇，阳台也不错，很通风嘛。101住户在家吗？我来。麻烦签一下验房通知单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麻烦你在这上面签个字。啊，行。哦，这是我们的联系方式，24小时都有人，要有事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，好吗？好的，好的，谢谢你们。啊，不客气。那好，谢谢你。再见。实在不行，我就跟你回老家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那不行，我是谁啊？我是田飞。怎么能让你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的？那你嫁龙随龙才是。亲爱的，我觉得你现在心态特别不好。其实，我觉得每天晚上我回来给你做顿晚饭，然后周末的时候你去陪我看场电影，我就觉得特别满足了。其实这也花不了很多钱，对吧？说件事儿，我前两天申请了一个日本大学，想读研究生，然后我就去考试了，没想到我居然考上了。你说我去不去啊？去啊！为什么不去啊？念书学知识是好事儿，把知识你啊。可是学费有点贵。哦，多少钱？30000。哦，30000块是吧？哦，小一啊，学费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就是砸锅卖田也供你。妈，你就全当是投资嘛，你女儿是潜力股。小一啊，这田飞去法国，你去日本，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？
我们想趁年轻先立业再成家。学习很重要，个人问题也得抓抓紧呐、啊。女人比不得男人，女人的青春期就这么几年。田飞不会变心吧？别有了钱甩你哦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这你别说这些了。哎，小姨啊，你放心的去读书吧。啊，趁着年轻学点知识有好处。爸明天一早就到银行去给你打钱。谢谢爸。嗯，哦，臭丫头。什么事？就这么一点小事，你不会自己解决吗？我只要看结果。门都快被你敲坏了，你找谁啊？对不起，我是来，我要找蓝小一。蓝小一不认识。你怎么能不认识蓝小一？蓝小一就住在这儿。我是今天刚搬过来的房客，你所说什么蓝小一、红小一，我不认识，别敲门了啊。又干嘛？你什么时候搬进来的？今天。今天？是的。哎，等等！不许再敲门！我只是……总之，我不认识你所说这个人，你不许再敲门了，赶紧走，不然我就报警了，听见没有？烦人！田飞在哪儿？田飞他辞职好久了。啊，那边还有西湖高尔夫球场啊，这个整个就是我们一楼盘的设计。这床买的是不是太软了？
倒是腰疼。谁说的？软床多舒服啊，还可以在床上跳呢。真假的？当然了。今天离你回来还有699天，天飞，我在等你。我跟田飞要结婚了，今天我们就是来给新家挑选家具的，沙发、柜子、软床，这些都是田飞喜欢的。小鹿，你到那边等我一下，我和小姨说几句话就回来。小姨，对不起，小鹿她怀孕了，我得对她负责。那我呢？你为什么不对我负责呢？你们的情况毕竟不一样。小叶，除了说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能说什么。你是个好女孩，我配不上你。你还是不要再等我了。沙发不错吧？很温暖。还带自动调节功能。哎，给你考个单词啊。嗯。嗯。这个 choice 怎么拼？很简单 ，C H O I C E。哎呀，答对了啊！再考一个更难一点的啊。啊。乐怎么办 ？L V E。哎呦，你还能答得对呢。嗯，那当然。那我考你一个啊，嗯，很长很难哦。好啊，答不出来要罚哦。Dictionary， 我投降。答不出来吧？那你选择一个惩罚的方式吧。你说呗。那，嗯，你学到星星给我看。嗯。嗯，都是这星星，我要拯救世界！我要吃香蕉，我要吃香蕉，我要吃香蕉。喂，小姨啊，
哎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，都急死我了啊！我这次给你打电话，主要是想说，跟你说声对不起。你不是都知道我们家地址了吗？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我知道你们住哪里。你不是已经看过送货单了吗？我知道你看到了啊。还有啊，你别误会，这房子不是我买的，是小鹿爸妈买的，他们家条件还不错，所以希望你能成全我。你们那个柜子谁电话呀？哦，那个送货的，他们不认识地址。不是，卧室里面两个柜子好像尺寸有问题，你要不要过来看一下？哎，好，来。天飞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过不要来找我吗？我也不想来，但是你不接我电话，我只有来找你。我是想告诉你，我也怀孕了。知道你很难过，我也知道你在等我，可是你也用不着编这样一个理由吧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你跟我一起去医院。我都是快要结婚的人了，哪有时间陪你去医院？小姨，求求你，成全我。小鹿还在家等我呢。这样爱你。
童儿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是在自虐啊！别哭啊你。阿文，你说的没错，田飞他不会回来了，他要和小鹿结婚了。你说，我查孙长去。你别去了。为什么？他说让我成全他们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替他着想？你怎么这么傻呀你？你看你成什么样了啊！赶紧的把衣服换了，我去给你熬点姜汤。你不替你自己想想，你也替孩子想一想啊！你上次都因为发烧打过一次吊水了。蓝小姨，这孩子你到底要还是不要？这样。